兄弟们，让大家看一下啊，大黄这家伙天天给狗买各种零食，刚买过鱼，又买的这是鸭脖，把我给眼气了呀，对狗比对他老头都好。你可以吃一根啊。你吃啥呀？来，别动，给你们发零食了，都赶紧赶紧，别动啊，都别打架啊，都有多着嘞，买的都多。我买的有鱼刺，还有鸭脖，那个鱼刺他们吃了好多。今天你先闻一下，我先闻一下，香不香？我先闻一下，闻。哈哈，你给他咬断了，你给他吧，他一会儿口水就出来了。大黑的牙，来给他们都发。我的牙没有马桶的牙好。那你当然没他牙好了，他狼。发福利了啊！你别叼嘴里，叼嘴里小黑不敢吃，给肉墩吧，给肉墩，给他呀！你还咬嘞这东西，让那个小黄给一个，小黄跟那个丢丢的一掰成一半吧。他俩吃不完。嗯。肉墩的给他的也掰成一半，肉墩给小黑也掰一半，掰得动吗？啊，给一半都中，把肉墩那个夺过来，给小黑给小黄一半。肉墩自己咬开了。哎，肉墩剩的太少了，再开一根吧，给肉墩，再开一根，给他半根，剩下半。你怎么想的？你怎么想起来给他们买鸭脖了？因为想让他们磨牙嘛，就在网上搜的，然后说是那个鸭脖磨牙。这鸭脖是啊，有肉，是肉。啊，给他吧，然后剩下这半个给马桶。啊，小黄他们都够了。那个鱼刺吃的真香。鱼刺他们吃完了吗？还多着嘞，我买的多。我的意思，你刚才开着吃完了？开着吃完了。生活不如狗。那我们的小可爱小黄他们怎么不怎么吃呀？就是。肉墩吃的很，肉墩他们几个不咋吃。马桶也吃的很，你看马桶，大家看一眼，你看马桶，马桶吃的可香了。大黑，你去跟马桶抢，你看他要叫你养，要不就你看。咦，这嘎嘣脆，你听见没有？嘎嘣脆，呀呀，这个狗没有碰我，咬一下。那你能咬动？咬不动。磨牙棒。我去，马桶的牙真得劲。打开都咬不动，有鲜味没有？香着。香着吧。看马桶有的嘎嘣脆，我天。给你的，你自己去吃去，你的扔那不吃来抢马桶的来。马桶，马桶，你看马桶吃了身上的碎渣。你说打扫都不好打扫，要哪个？要哪个？两个要哪个？要哪个？马桶。咦，脏不脏？那想跑嘞！你看他游的这个声音，可那个，可治愈。小黑多不要脸，小黑自己不吃过来一直要。那你掰给他一点，给他一点。他会感觉马桶的好吃，对，是见识。我马桶的这个嘎嘣脆的声音听着太治愈啊！啊，没有那个话筒，如果有话筒的话，把它吃掉，嘎嘣嘎嘣嘎嘣的声音给它录下来，就这个声音就特别有食欲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几个的声音也可香了，你听见没有？听见。哎，这个鸭脖没有那个鱼刺那个磨牙好，这个鸭脖很快就吃完了。哎、你先爬。那鱼刺吃了好久。咱们一下，好，你等等，坐下。好嘞，说你是250。说你是250。眼都红了。坐下。那眼都急红了。250。坐下。啊，对，可以，来咬，使劲。哎。小黑又来了，小黑这家伙真欠。小黑，你这吃你自己的，给你装好了，你就来抢马桶了。小黑这是不是没了？有啊，小黑，你的。咦，看这上面的渣，一会儿你扑扑啊。你看这渣吃的。好。哎呦。马桶，再来，坐下。来，这个你给小黑，他就是。好。来，坐下，喊一声250。坐下，耍赖，坐下，坐，250，他打
你的，我天，给他吧，一会儿把你打飞了，我跟你说。冲过来可猛了。你这吃的嘎嘣脆，真是嘎嘣脆。我天哪，咦，这声音。咱家的狗太辛苦了，有那么多的零食。其实我给他买这些零食，我是看家里面就剩罐头啥的，然后就想给他买一点磨牙的，可以嚼的那种。罐头让他们先吃啊。那罐头都是拌狗粮的。别剁了，咬住你了。不会的。小黑的牙又来了，小黑，你给他的，他搁老那儿都不吃，他非得吃马桶，是吧？非得吃马桶的。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滚吧，奇葩也是。吃吧。